冷哥，冷哥，你快看，我穿这个好看不？好看呀，你看小蛮腰显出来，而且这红色多显白，就要这个吧。我也觉得，我还没穿过这种裙子。那要不我们就拿这条吧？可以啊，你都那么胖了，有穿都不错了。老板该买单吧？哎呀，美女，啊、这个裙子好看是好看，可是你那个肚子太显大了。哎，老板，我都185斤了，哎呀，也买不到合适的。但是这个裙子我挺喜欢的，就拿这个吧。要不这样吧，嗯，既然你喜欢这个裙子，那你就把我这个售后裤拿去试一下吧。老板，什么售后裤啊？你看售后裤这么小，我穿也差不多，对吧？对呀，他那么大肚子的，要给撑爆了怎么办？这个售后裤啊，就是胖的人穿的，可以穿230斤，而且弹力蛮好的，试一下嘛。哎，可以穿到230，我才185斤，我试一下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很快，很快啊！什么老板呀，多管闲事！呸！老公，哎，老板娘，我老公他们人呢？你老公跟你闺蜜他们两个先走了。啊，那你帮我看看，我穿这个显瘦不？当然显瘦了，现在你两个大肚子啊都变小蛮腰了。你还别说，这条束裤真好穿，不仅能把我大肚子包起来，关键这个透气的很呢。我以前买的那些太厚太勒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这个夏天都可以穿的，3米5裙的透气裤，而且还给到安全裤，挺方便的。是啊，那这个这么好穿会不会很贵啊？太贵我就不要了。不贵不贵，才1-2杯奶茶的价格。那行，给我打过2条，我换着穿。好。